要面，跟你说，找男朋友一定要找有钱。为什么？对呀、哦，为什么我这么受欢迎啊？因为我们是女生呀。因为我们要买面霜、眼霜、防晒霜、口红、眼影、睫毛膏、单肩、双肩、斜挎包、雪顶法规信封包、方格的真皮的首饰包，还要买衣服、买鞋。是我们多吗？不是，是我们不找个有钱男朋友，我们就饿死了。天哪，女人也太难了。老板，真的要用这个单词来隔离瓶吗？对。那口红要什么颜色？口红不是只有红色吗？送你的，这么好啊！公司做活动剩的。你们公司品味可以啊！你以为人都看你那么土、啊，衣服也不会穿，妆也不会化，除了人长得还……哎呦我的妈！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追女网管的第一天。网管，你是负二，我是负五，你说我们加起来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是网管，不是数学老师。没事儿，你用计算机，负二加负五。你有事儿吗？啥负二负五的？我是让他富婆。早说啊，那就好办了。我的富婆殿下，臣来迟。追女网管的第四天。网管可不可以牵你的手？不可以。能进你家户口本吗？不能。那介意我亲你吗？不介意。之前已经是157个人这么问我了，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追女网管的第五天。唉，好想住贵一点的房子啊。和我在一起，我家陆家嘴500平的房子都给你住。不用啦，我靠自己也可以住贵一点的房子。就你当着网管这点工资，你再存个500年吧。杨幂杨幂啊，我们马上可以住更贵的房子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看到了吗？我也可以靠自己，瞧不起谁呢？不能说我们下个月房子就涨了。哎，杨幂啊。追女网管的第六天。网管，怎么了？你这奶茶不甜啊。嗯，怎么会不甜呢？滚。够甜了吧？还是不够甜。这下总甜了吧？真的不甜，不信你自己尝尝。很甜啊。这下甜了。3, 2, 1,